不过，刚才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无聊吗？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 你想我怎么补偿你啊？我知道了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好好补偿你。 这家铺子的首饰啊，最为精致了。来，看这个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员外，哟，还真是顾员外呀！江老，好久不见。顾员外，原来这就是你钱用的身份。我一直以为员外都是肚子这样，胡子这样的。不就叫个员外吗？看给你乐的。 不过那个柿子的坟头草，估计已经有三尺高。服务员员外，久等了，请随便挑几样吧。拿走吧，我不喜欢带这种又重又累赘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你懂不懂啊？啊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重，但中间是空的，很轻巧的。 不喜欢，这个，叮叮当当的，做什么都不方便。这个，怎么样？不要这个。这个，看，这个是和田的余粮，款式简单。你试试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在做这行。这位夫人在家是做主的。听到了没有？家里我做主，我最多只要一件。您那么喜欢，为什么不自己挑来戴？ 这都是女儿家的东西啊，我一个男的怎么戴？我已经很用心给你挑礼物了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得开心死了。